庄旧营展览总共有44件作品，啊，其中是以乡土的题材，甲动物为题材，啊，包含着这个展览44件有包含着，水牛、猫头鹰，还有鹭鸶，啊，佮有我的影子系列，甲几件我的最近咧做的目标系列。啊，我是讲平常时，我咧家己工作是咧做创作，我是做我一寡我家己熟悉的题材水牛，我是家己讲。我要做水牛，要做无成牛，要老牛的，我一直要行这条路。并讲，我要对写实中间要求一个简化，要求一个转化。并讲用雕塑的基本的理论，暗线面的一个组合，快当做出属于我家己符号的物件咯。啊，像像我93年，往后的几年，我有做出一挂肿瘤系列的作品。其实肿瘤系列的作品，伊是一种倒三角几何图形的。水牛，其实我咧做水牛的创作，我是有去真实所在去上，啊，像去盐寮啦吼，还是讲去富里，还是去五股的沼泽地，我去真侪水牛，啊，还有去咱的农改场观察水牛，去一挂水牛，还有我们东海岸的海边嘛，是真侪水牛。啊，平常时咧做创作，应该是拢先用素描先画牛，然后再用泥塑来做水牛。啊，泥塑做好了，甲落去转作石头，安尼。大家若要行个是这条路，应该是讲基本动作爱先学较稳的。并讲对你的素描，然后也是讲对你的泥塑，爱功力较扎实的，安尼。啊，不要不计其巧，卖倒闭的做法，并讲一步一开，扎实基本功力，你以后要转型，你才会较会当较快活。要把一头牛雕塑成像牛，很简单。可是每一头牛的神韵，因为我喜欢摄影，所以我特别注意神韵。那这一次我看到庄老师的作品里面，每一头牛的神韵都不一样，这是我最敬佩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艺术家他平时的观察力有那么敏锐，而且这个敏锐的观察力呢，能够把它记在脑海里面，在创作的时候把它发挥出来。这我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的。有人讲，其实做创作是一种发现，伊毋是一种发明，伊是一种生活的体验。世界有一个真有名的治疗家讲，吼，会可以用讲，伊讲一个作家咧做创作的过程，拢有抱着一种希望。因为这个希望就是讲，伊咧做创作中间，虽然讲会消耗到伊足侪时间，消耗到伊足侪金钱、性命，但是伊这件作品完成了，这作家会当赋予这件作品一种性命。他也希望说，他这个性命会当继续行动，这是每一个作家所盼望的。